fully charged.别放过任何敌人，目标地点已确认，全队集合，出发。只是一些小角色，当做热身运动吧。全队集合。 出发！时间紧迫，加快脚步。目标地点已确认，雷电换来。 全队集合，出发！不要分心，继续前进。 全队集合，出发！别放过任何敌人。目标地点已确认，时间紧迫，加快脚步。全队集合，出发！ 只是一些小角色，当做热身运动吧。全队集合，出发！目标地点已确认。 目标地点已确认。沃尔特先生，我和他会把你们送上列车。卡罗尔启动发车程序后，你们预计会在4小时后抵达开罗。天命的接应部队会在那里等候。主教大人和博士还有很多事情想要问你。谢谢你，亚伊。还有卡罗尔，来吧，乔伊斯，我们回家。 第3小队，原地休整。你好啊，老朋友，这不是很巧吗？又一次，你拒绝我的邀请，又一次，你来到我面前。你怎么会？你已经……哼，既然来了，不如赏个脸留下吧。 巨大的变革就要发生了，你不仅要见证，更已身处其中。有一项工业需要你完成，有一场胜利等待你摘取。考虑一下吧，你和我，我们联起手来，现在就有机会永久的驱逐崩坏。崩坏已经被驱逐了，是吗？在月球上。 离地球只有38万公里的地方，在一个连人类都可以轻易抵达的距离，封印着文明最大的敌人。这不是驱逐，只是逃避。真正的驱逐意味着永别。
在我们的时间尺度上永远的离别。胜利的果实已经悬在枝头，只需要施加一点重力就能落入手中。我需要你的力量，第一旅程。不错的愿景和许诺，但是我拒绝藏头露尾之辈的提议，根本没有讨论的必要。啊，这样啊，我尊敬你，真的，但和平它比什么都重要。跟我走吧。放开我爸爸。哦，这样啊，该怎么说呢？太有趣了，这变数完全出乎我的意料。不许碰他！竟然还有一个第一律证。再确认一下地图吧，目标地点是